吉达芬卡姑，大家好，我是拉芬，然后我们今天报告一下我们安平蒙点团队的生活报告。蔡宗涵老师他之前有更新那个 Word 档的字典，然后目前小学正在处理，他已经从Word 到 HTML 到 Python， 他目前还在卡在这里，然后他在努力的想办法解决中。再就是我们全段的部分，那今天我们是预计是要做上面的那个 bug， 然后目前已经初步完成，然后目前还有一些小 bug 在修整当中。再就是需要大家帮忙的地方，就是伯利亚潘世光神父的阿美语的汉语字典的 OCR 校对，大家只要登录到阿美语蒙点里面，它的右上角有一个帮校对的地方，点进去，然后之后就可以进行校对。那目前的进度是二校的话是在大概在13%左右，然后还有蛮多的那个地方需要大家帮忙协助一下。那今天下午我们有讲到，就是我们想要在今年的母语日之前的时候来做一个阿美语原机法的影音。然后我们就先听一下那个老师，他就是我们想要那个阿美原机法大概的，就是拍摄影片跟那个声音的清楚度，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大概影像就是跟声音大概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之后我们会请人来去剪辑，然后在大概原住民的时候来做一些就推广那个原住民基本法跟主语这样子。那没关系，那因为幕后出来，就是如果那个大家有意愿的话，就请大家到那个我们脸书的粉丝团，还有那个或者是写信给我们，那这样就可以了。好，谢谢。大家有。